牛蛙可以哦。因为据说贵州美食的灵魂就在安顺，这边到了这个顾府街，就本地人都推荐来顾府街这边吃美食。葱葱糕是哪个？就这个。就这个。哦。甜品这个是。这什么做的呀？几种佐料做的。啊。欢迎。尝碗。好，谢谢。牙齿。葱葱糕，你们是本地人？哦，这个是比较好吃的老店是吧？哦，对，开很久了。我也是网上看到推荐过来吃的。它可以的，可以的是吧？很多本地人都过来吃的。啊、哦，就招牌就是这个葱葱糕。还有它的八宝粥，还可以去吃点其他的。先吃这个。我们也是想说先吃点甜点再吃其他的。那像你们这种吃法，你？一两个月你别想跑了，安顺的这些小吃吃完了，吃不完是吧？我打算吃个两三天，在这个街上面。太多了，就在这条街吃就算了，两三天就在这条街吃，哪走不出去？对面还有一条街，那条街全部走过去都是吃的，你就一直往里面走，走到最底下那是一个石库桥的那边。是不是叫好吃街是吧？对，就在好吃街，哎，就在我们住的那边还有你住国华路就是那里啊，对对对啊，就在下面背后那里啊，那里有个牌坊，然后那里进去，几个路口都能进去那里。哦，我感觉里面都是那种比较大的店，不像这种小店一样，全部是从这些地方搬过去的，原来这条路全部是摆的小吃，就太挤了，又搬到那边去了。一个居民意见也大嘛，烟火缭绕的啊。我感觉这里很有意思的，就是一般这种旅游城市这种美食街都是不好吃的，但是安顺这里的美食街都是当地人来吃，当地人都喜欢吃，只是说我当地本地的，我知道哪家老店的好吃，哪家不好吃，一般吃一次不好吃了，从来就不去。哪怕你新开张啊，我可以去捧个场一次，不合胃口，但没有回头客了，你就开不下去了。嗯。因为其他地方像那些什么古镇都会有这种美食街，但是那种美食街都古镇的它是人为的，对，就是游客去的啊、本来那个房租样样实实都高，人为的把这些价格炒上去。你去玩的时候，有时候说本来玩的挺开心的，但是在那里面一坐，那就闹心了啊。北岸这条街有些小巷子，我们现在刚开始就准备这里走进去，要走进去一点。就跟这种巷子一样，都有吃的，拐进来。这种巷子啊，像你过去那边有一个巷子，有一家那个关岭咸粉，它有素的，有油的，那种超薄的那种味道也好吃。那边有个巷子叫平坝烙锅也好，平坝是吧？平坝烙锅后面一点，就是那家平谷小锅凉粉。哦，就在旁边小锅凉粉。哦，对，那家很好吃的。平坝小锅，反正我就是挺多一家。他那开了。应该有二十多年了，二十年老店了，有，他比我还大。我看旁边还有一家是什么小酥冰粉，他关门了，他冬天不卖。他冬天不卖，冰粉就是冰的。嗯，冰的。他家人很多，有的时候本地人都不愿意去，人太多了，要等很久啊。有的时候一个小时你就要在那等。只有夏天才开。嗯。那说明真的好吃。突然好好奇啊。夏天再来，夏天这边很凉快哦，必须。对，这边不热。旁边有一家卖肉饼的，肉饼，炸的那种肉饼，4块钱一个，几乎外地来的都喜欢我们他家跑去吃，有时候要挑战一下贵州的这个折耳根，他那个肉饼能把折耳根放进去弄起来吃，他挑战一下，很多的是。行，那你们慢慢吃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跟其他城市的美食街不同，安顺这边的美食街是真的实打实的美食街，不是那种打造出来的旅游景点。就来这边美食街吃的很多都是本地人，而且都是很多开了几十年的老店。我们现在去找一个据说开了20多年的小锅米线店。难道是这个？就是这个，到了。老板，我们要两碗。多的吗？辣椒要的。微辣吧。感觉还可以，好像这家店挺出名的是吧？你们是本地的啊？本地人都来这边吃。看那里，它这有什么口味啊？就一个口味。啊，它只是分辣的不辣。就辣跟不辣，其他都一样的，所有都一样。
就这个粉刚出锅，闻起来会一股臭臭的味道，跟螺蛳粉有点像。天气冷的时候吃这么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锅凉粉，真的太棒了。你被吓到了吗？看我一眼，冷酷一点。嗯，看我。啊？交钱的吗？交钱。你想交多少钱？你给他拍照交钱的吗？哦，我给他钱。为什么给他钱呢？因为他当我模特嘛，就 OK 吗？还可以，好看。好看是吧？这张。嗯，你的账号是什么？我的账号，我是那个。抖音吗？对对对，你要关注我呀，那记得给我点赞哦。肯定的，必须的。啊、嗯，打赏那个几个嘉年华也可以。哇，你的粉丝好多呀！啊，谢谢，现在又多了一个了。又多了你一个，对，现在多了你。你不是贵州的吗？我不是啊，我是广州的，跟贵州差不多，老乡。来，我可以夸张一点的表情。嗯。今天那个有十二号，那个盘子，那个盘子放了一点油，然后几张，一张张然后进来。哦，对，很薄、就是、是吧？啊，对。哦。它硬，它韧到。跟那个广东的那个肠粉有点像是吧？对，但是他们那些没有我们这边筋的，我这边筋切好的，还有五种口味，能不能吃辣？第一次没有微辣。来，拿钱给。我们这个店都开元。二十吗？正在卷寿司。嗯，它那个皮是里脊，嗯，然后主要是炒这个酱的部分。哦，酱。它酱有五种，有鸡辣椒、油辣椒、青椒、尖椒、番茄，够味道好。番茄的，这一边是番茄的，番茄在自己家里弄啊。他要味道给你放点，好。吃起来其实跟那个越南的小卷粉很像，就外表的皮嫩嫩的，我感觉是跟越南的小卷粉一样。广东肠粉的那个有点入口即化，会有特色吧。不过它这个馅料真的很好吃。嗯，好，你可以多一点就行，不要太辣，我老板，微辣就好了。你们这个是老店了是吧？对，十来年，哇！十来年，对对。放那个上面那个。这个炒米鱼真的好香，它那个酱料特别香，试一下。谢谢。还有这根呀？啊。可以吧，我把它挑掉就好了。试一下这个脑花，哇，好香啊！他家店就是很香。哇，这个真的好吃，我会。鱼味儿，嗯，它不会是那种。那个是给你们的。表面上有味道，里面、里面也是味道，对，一点都不腥，感觉里面也是有味道的。对对对。如果想吃辣一点的话，你就可以拌一点辣椒，拌点这个辣椒。拌一下。这个用勺才好吃，好香。脑花和那个炒米皮，你们点的什么？啊？你们点的什么？我们点的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你还没吃吗？对。你经常来这里吃吗？它这个脑花非常的香，没有什么异味，入口即化。因为好像其他家好像没怎么看到做烤脑花、烤米皮的。我们家这种用菜叶烤的。嗯。哦，这上面是个菜叶啊，我还以为是装盘的时候放上去的。菜叶直接也是跟着脑花一起烤，跟着一起烤，就去腥味嘛，这是什么？去腥味的。这个安仁的清贝莲，是我们家独家的。这是秘方是吧？独门秘方。我就说这个，它那个辣味有点辣，但又不会辣嗓子那种，又很香。因为我是广东的，我不太吃辣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 OK 的，很香。排队排最多的时候排到什么情况？排到路边。排到路边。因为冬天是安顺的淡季，所以游客不是很多，但寒冷的天气依然阻止不了当地人出门寻找美食。正如吃饭时偶遇的大哥说的，安顺好吃的太多了，短短几天根本吃不完。